1976年7月28日，我国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北京和天津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地处震中的唐山市，震级达7.8级，受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这是强烈地震后唐山灾区的现场，房倒屋塌，地面建筑大部受到破坏，这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严重灾害。严重的地震灾害锻炼和考验着英雄的唐山人民，也同样锻炼和考验着我军驻唐山的广大指战员。这时在国际上，地修反幸灾乐祸的狂叫，唐山已经在地球上不存在了。在国内，祸国殃民的王章江姚反党集团四人帮却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在遇到严重困难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党中央迅速给灾区人民发来了慰问电，亲切的慰问和极大的关怀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无穷力量和必胜信心。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号令下，10多万人民子弟兵从4面8方昼夜兼程飞奔抗震救灾的现场。由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和北京部队领导同志组成的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在抗震第一线成立指挥战斗。一方有困难，8方来支援，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抢救生命10万火急，长空马达响，大地脚步急，风雨无阻，日夜相继，千万颗心悬挂着灾区，千军万马奔向灾区，从华北平原到山海关外，各路大军向唐山。20000名医务工作者从各省市自治区来到唐山，3万多名矿山、工业、交通、铁路、邮电等各方面的抢险队伍开到唐山。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大地还在抖动，余震不断发生。在倒塌的房屋下，许多阶级兄弟亟待抢救，许多人民的生命还在受着威胁，抢救生命的战斗在紧张地展开。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争分夺秒，抢时间，哪里呼救，战士就奔向哪里，哪里危险，战士就往哪里冲。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抢救出一个阶级弟兄就是对革命的一份贡献。广
广大指战员冒着余震，顶着烈日，全力以赴，奋战不息，从瓦砾堆下救出一个又一个受伤的阶级弟兄。各级指挥员像当年指挥打仗一样，迅速进入指挥位置，勘察灾情，指挥战斗。某部副团长傅其宇同志，战争年代立过13次功，在这次地震中失去了爱人，老母亲也负了伤。他坚定地说：“我是来救灾的，不是来救家的。”他带部队抢救群众，从死亡线上夺回125名阶级兄弟的生命。部队派出大量飞机执行抢险救灾任务，许多伤势较重的群众及时转运到外地去治疗。北空唐山场站，5个年轻调度员在导航设备严重破坏和气候恶劣的情况下，打破常规，用眼睛盯着机场空域，准确地指挥飞机安全起落。6天里起落1364架次，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全国人民对灾区人民表达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药品、食品以及各种急需的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各地运到灾区。在震后断水的困难时刻，首都人民及时送来了北京的水。清澈的中南海水呀，你流到千家万户，也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温暖输入灾区人民的心。一件件生活用品，一袋袋白米细粮，倾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体现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第一宗旨。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在参加抢险战斗的同时，炮兵部队某部深入街道调查社情，帮助街道恢复居民委员会，建立抗震救灾领导班子，组织群众，安排生活。天塌地陷何所惧，军民团结战赈灾。在那严峻考验的日子里，战斗在抗震第一线的广大指战员和唐山人民心心相连。医疗队的广大医务人员怀着对灾区人民极端热情、极端负责的精神，在抢救、后送和巡诊的同时，认真地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毛泽东思想
是鼓舞我们战胜困难的源泉。某部突破锦州尖刀连，在抢险救灾的空隙组织家庭学习班，和人民群众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宣讲中央慰问电精神，军民齐口称颂毛主席的恩情，畅谈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抗震救灾的信心。有人吗？有人没有？有人没有？有人吗？有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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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的抢险工作在夜以继日的进行，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做出100%的努力。8月4日，强烈地震发生后的第8天，在开滦煤矿医院倒塌的大楼上，一场新的抢救生命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啊？翻土矿。哪个单位的？哪个单位的？翻土矿。下面是地震前一天刚刚入院就诊的青年工人王树斌，他在死亡的威胁下顽强地战斗着，他要活着出来参加恢复矿山。好了好了，好了，走。装甲兵某部代理排长宋友来同志带领的小分队战斗在最前面。领导同志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拿去把你给进去吧。啊，兄弟，兄弟，打电话来，你看，你看。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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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阶级兄弟的生命，牵扯着千百个人的心，无数过路的同志汇集在这里，要为抢救阶级兄弟贡献一份力量。头上骄阳似火，脚下热气蒸腾，头晕目眩的战士们在烈日炙烤下顽强地战斗着。后门抬高点，注意点。哎，好了好了，一会儿我们都把你救出来，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点水喝了吧，喝水喝水。卡在这个地方还得打个洞，进不去啊，这个地方。你不，你不要，不要说别的了，不要说别的了，听咱们话，你现在喝水啊。你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呢？现在他现在你往那边推一推，现在推能推多远呢？你啊，把这块这个玉石板打个洞啊，完全可以进去了。你能推4公里都推出4公里去？就这块板，不是能推这块玉石板啊？那哎，打个洞，对了，我给你推出去啊。就说打打个木子，拿挑杆给我大箱打打，快快行了，打还能管人人。为了避免灰尘呛坏下边的伤员，战士们把一桶桶清水洒在地上。无畏的战士，艰苦的战斗，经过9个多小时的努力，下午4:50。在倒塌的楼板下坚持了8天8夜的王树斌同志终于被救出来了。快下去，快下去，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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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偷了一遍，偷了一遍，偷了一遍，你得八天呐，咱得再拍一样，一定要坚强。你可不拉进那八天了。安下心来治疗啊！哎，安下心来啊，没问题。毛主席说，党中央啊，十分关心灾区人民。同学进去没有？毛主席给我第二次生命，我胆儿爆大呀！固定好，一辈子报答不过来呀！我们都得听毛主席。那有白纱布呢？啥布呢？我给你扇十张布呢。金太阳的光辉，红五星的闪亮，使他禁不住热泪横溢，激动地喊出了发自灾区人民肺腑的声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是抢救一个普通工人的真实记录。多少人为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心潮激荡，多少人为这共产主义风格所鼓舞而纵情高呼。在那些日日夜夜里，无数战士为抢救阶级兄弟，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有多少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在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每一个阶级兄弟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财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多救出一个阶级兄弟，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一份力量。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说什么唐山不过是100万人的事。请看看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不正说明他们是党的大敌，无产阶级的大敌，中国人民的大敌，中华民族的大敌吗？在严重灾害发生之后，唐山各厂矿的民兵组织积极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唐山市人民武装部是一个先进的战斗集体，强烈地震发生后，他们从倒塌的房屋里爬出来，首先去抢救市委负责同志，然后立即召集各厂矿武装干部，恢复民兵组织，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更生奋发图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可以震倒房屋，毁坏设备，但它永远震不垮唐山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斗志。十里钢城，百里煤海，到处是一片军民团结抢修生产设备的热烈场面。抗震救灾的现场，不仅是锻炼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战场，也是我军学习人民的大课堂。在唐山钢铁公司，为早日练出抗震志气钢，著名的劳动模范唐钢党委副书记王义元同志日夜战斗在第一线。英雄的唐山工人阶级和开滦矿工一样，不愧是毛主席称赞过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在地动山摇的危急时刻，坚定沉着，无所畏惧；在救灾抢险、恢复生产的斗争中，有斗志昂扬，奋不顾身。唐山华新纺织厂布机车间主任、唐山市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房俊义已经58岁了。这次地震失去了7个亲人，但他执个人家庭于不顾，坚持在车间抢救阶级弟兄。
一定要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尽快夺回来。还在抢救设备的过程中，车间支部书记和救灾部队的领导同志就已经在考虑安排生产的问题了。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革命本色，鼓舞着我军广大指战员更加满怀信心地投入抗震救灾的战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遵守纪律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参加救灾的部队在抗震救灾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每天要和大量的国家物资和人民群众的财物打交道。广大指战员一丝不苟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灾区人民的赞扬。解放锦州尖刀连驻守在唐山五金仓库，在这里收音机自行车各种用具伸手可取。参加过锦州战役的老同志给战士们大讲当年部队不吃人民一个苹果的动人故事，使广大战士深受教育。进驻以来，战士们没有动用过仓库的一件物品。大量的手推车内胎经过战士们的手来搬运和晾晒，但是连里的手推车胎坏了，战士们却自己动手进行修补。某部机枪一连是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优秀连队，这个连的二排在唐山市烟酒库执勤，强烈地震后大量烟酒散失在地上，战士们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爱护人民一针一线，把散失在地上的卷烟和烟丝一支支一包包地收集好包装好，把滚倒的酒桶集中起来保护好。这些战士大部分都会吸烟，但是他们谢绝了仓库职工送给他们的卷烟，却卷自己带来的老黄烟吸。自己带来的烟吸完了，宁愿全排集体禁烟，也不动用国家的一包一支。某部二连是一支转战南北的英雄连队，在唐山火车站抢救阶级兄弟的战斗中，他们连续奋战20多个小时，冒着余震舍生忘死抢救出12名受灾群众，现在又积极帮助唐山输棉厂为给灾区人民准备过冬物资而夜以继日的奋战抢修简易厂房。某部侦察连在辽南的抗震救灾斗争中曾做出卓越的贡献，获得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的光荣称号。在这次唐山的抗震斗争中，他们又发扬光荣传统，把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倾注在抗震救灾的实践中，搭起一座座防震防雨防寒防火的简易住房，谱写了爱民新篇章。喝一碗开水吧，亲人解放军。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唐山人民这亲切的称呼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一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在统一安置以前，救灾部队都分别把他们照看起来，在重灾面前使孤而不孤。某部三连是一个满载历史荣誉的英雄连队，在这次救灾中承担了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们还发扬了战争年代恨敌入骨爱民如母的光荣传统，满怀深情地照顾了五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党的关怀温暖着孩子们的心，深切体会到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的孩子热情地歌唱亲人解放军。抗震救灾这场特殊战斗锻炼着人民军队，更增强了人民对子弟兵的阶级感情。在唐山，人们感动地说，解放军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从抢救生命到安排生活，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只要灾区人民需要，战士就把它主动担当起来。活跃在街头的服务组，随到随修，当即可取，特别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线天塌，只能更锤炼战斗意志，坚定革命精神。军民团结，战地斗天，在重建家园的斗争中，唐山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废墟上一排排崭新的简易住房展开双臂迎接人们迁入新居，这种在旧社会连想也不敢想的奇迹，使灾区人民齐口称颂共产党情深如海，毛主席恩比天高。让人民住上温暖的住房，还要关心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战士们和唐山新华路抗震小学师生一起，在露天搭起简易课堂，让孩子们迎着风浪经受锻炼。共产党员报务员吴东亮同志是一个优秀的校外辅导员，在地动山摇的危急时刻，他三进四出报房，抢出电台，仅用18分钟就向上级报告了灾情的事迹，深深激动着孩子们的心。8月3日，这座振兴商店在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的支援下克服了各种阻碍恢复营业，许多营业员都不顾家庭损失和个人伤痛坚持上班工作。设备因陋就简，但却解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急需，这是唐山最早恢复营业的一个商店。
更多的商店菜场建立起来了，各种蔬菜水果食品源源不断地运进唐山，正常的生活秩序正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有组织地恢复。强烈震灾发生后，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来了许多防疫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防止了疫病的发生和流行。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我军广大医务人员时刻牢记我军宗旨，满腔热情地为灾区人民服务。某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卫生科继续发扬光荣传统，组织巡回医疗小组身背药箱挨家挨户送药上门，全心全意为群众解除病痛。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帮助生产队恢复医疗站，不仅在物质上给予援助，还热情辅导赤脚医生，为农村医疗工作培训力量。强烈的震灾不仅考验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考验了我军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在那防岛屋塌大难临头的危急时刻，多少指战员临危不惧，舍生忘死，无数感人的故事、爱民佳话在唐山人民中流传。曾被埋压在废墟下断食断水13天的妇女卢桂兰，在最困难的时刻坚信毛主席一定会派亲人来救她。经过某部医院大力抢救、精心治疗，她终于完全脱险了。这是我们军民在战天斗灾中创造的一个奇迹。我也特别高兴。嗯，特别好。好啊，老罗，你当时是不是特别激动？怎么着？不激动。你当时怎么想？你不是想这里坚持一分钟是怎么样？坚持一分钟也是胜利，倒是不着急。解放军多救助我来，能派人救我，咱们胜利了。啊，胜利了，胜利了。这是由某部一营教导员郭来同志带领战士抢救出来的小孩白海明，他�曾在废墟下埋压了6个昼夜。当时他父亲白景如把掩埋孩子的坑都挖好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孩子还会被活着抢救出来。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都很激动，大概是就那样，同志们都不用敲口，那就用手啊，这样挖了有55分钟吧，不到。当我看到郭教导员把孩子抱出来的时候，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我没想到小明还能活下去。要不是毛主席跟共产党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下派来亲人家。我们也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我们的宗旨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群众受灾受难。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做的，不要感谢我们吧，希望你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恩情。唐山14中女教师孙淑云，正赶上地震后要生小孩，某部医联战士给他盖了个挡风避雨的棚子，送来了奶粉、红糖和鸡蛋。
要吃还吃不上，小米都喝不饱。那时候一点奶没有，只有母亲家。又不咱了，我母亲这都靠纺织吧来进行生活。反正我吧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长大的。再看现在这个遭受这么大的灾害，咱们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派了解放军，这个吃的住的呢，安排的都很周到。这都是党毛些关怀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太好了，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八月三日深夜，风雨交加，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的战士们惦记着受灾群众，顶着风雨去查看群众居住的临时窝铺，发现矿工于占水的爱人于凤荣刚刚生下一个女孩，透风漏雨，没吃没喝。战士们一边给遮挡房屋，一边把自己的米面送给产妇。他们一家感动得不知怎么好，决定给孩子取名叫于水晴。今天小于水晴满月了，一家人抱着孩子欢天喜地来连队表示感谢。想得太好，太高兴了，还是同志们。于占水把一套列宁选集和毛主席著作送给指战员。好好好。于凤荣连夜感绣了这两句话：抗震救灾为人民，阶级情谊比海深，来纪念着军民于水晴。自个儿写上了，自个儿弄的，自己的高。知不知道咋报的？连队也为小雨水晴准备了礼物，战士们也用红线绣下两句话：幸福不忘毛主席，长大接好革命班，祝愿小雨水晴健康成长。这样子，我是怎么想的？找我啊，这样子。抗震救灾为人民，军民情谊比海深。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等同志来到部队，看望英勇战斗在第一线的广大指战员。感谢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指战员决心在荣誉面前更谦虚谨慎，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抗震救灾部队广泛展开向英雄的唐山人民学习的活动。华新纺织厂房俊义同志在大灾面前先公后私，一心为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对广大指战员是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厂里的那个我家接饼的来人来厂里头了，这个时候我说我们家咋样，他说你们家都买里头了。在这个时候呢，自己在思想上都想是家去呀，是在这救结兄弟，自己是共产党员，阶级兄弟在里买着，是救家亲人呢，是救阶级兄弟。在这个时候呢，自己都想就是一个阶级兄弟来增加社会主义一份力量，这样呢都确定不回家。唐山工人阶级无私无畏，英勇顽强，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李玉林同志飞车进京报灾情的动人事迹，是唐山人民心向毛主席的生动表达。来到了我们矿，一下车走到了群众中间，然后呢，总理说想找当天在井下的这个工人同志们了解了解情况。总理问的：军民团结抗震灾，凯歌声声传天外。在沈阳部队总医院，青年矿工王树斌即将重返战斗岗位了。还记得在开滦煤矿附属医院抢救他的情景吗？经过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已经全面恢复了健康，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王树斌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无限好，八亿人民心相连，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是毛主席教育我们军民结下了这情同骨肉的鱼水深情。他决心把这第二次生命投入恢复矿山的战斗，为重建新唐山而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经过一个月的顽强斗争，唐山人民胜利了。看吧，英雄的唐山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大地上。地大震，人大干，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唐山工人阶级决心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有志气，有信心，战胜任何艰苦困难，夺取抓革命促生产的更大胜利。也要多丰收，大灾也要多贡献。唐山贫下中农在重灾面前不低头，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高举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短短一个月的抗震斗争，是对四人帮有力的批判。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丧心病狂地说什么抹掉一个唐山没什么了不起，不需放屁，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人民前进的步伐。短短一个月的抗震斗争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短短一个月的抗震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它检验了我们军民在突然袭击前的应变能力。事实证明，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团结一致的英雄军民，任何困难也压不倒我们，只能为我们所克服。短短一个月的抗震斗争是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课，它教育我们子孙后代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事实证明，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坚定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无坚不摧，无往不胜。